努力的去发布一些正能量的事情，然后我还有几天的话就要回四川老家了，他可能也要跟我一起回去，嗯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发布更多有趣的视频啊，让粉丝们敢观看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